哇，好多哦！讲讲讲讲，这是我们在呀、啊、半夜要进行的秘密任务。没错，我们就是传说中的圣诞老公公对，啊。就是啊，那个买这个益智的这个磁力片。因为呢，就是我一直问阿 U，他要就是要不要写卡片给圣诞老公公？那他就是他只写了，就是娜娜要，Yuna 芭的礼物，Yuna 要芭比娃娃。对。然后我说你赶快写给圣诞老公公，不然你圣诞老公会来不及，你帮你准那我备觉得礼这物。还不错，你看，对，然后对，结果他就说没关系，那就看圣诞老公公要送我什么礼物。还 这么随缘，对啊，这么随缘。然后呢，娜娜要的芭比娃娃，看到没有？他的芭比娃娃，天哪！天哪！他人生第一个芭比娃娃就在哎，他而且2岁半，2岁半，没有，他其实不是2岁半的啦，他其就实已经七两八岁个月十了，个对月啊。了，还7、8个月他啊！这这个，个好漂哎，这正版的好不亮哦，好？对呀、啊，哦，所以我看到很多那种就是很丑200块的。的，那个眼睛还这样子的，然后但正版耐玩的，跟你讲，就是一定要差不多2000块，我告诉你，因为奶奶一直看，她一直跟我说，她奶奶要芭比娃娃。他头发会变色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它可以造型，它头发会变色，然后是化妆组，好哇！不好？然后呢，在这个是那他个们的那个 Super Wing 超超级级飞飞侠侠，的行动基地，好不对。好？那其好。实我们没有花太多钱啦，因为这两组是除了娜娜的。那他这两组其实是那个我们，娜娜喝那个 Yuna 喝牛奶，喝牛奶，他对。们有玩具券，然后就一直累积，然后就送他们的这种东西。那我觉得他 Yuna 很喜欢那个，Super Wing 跟哥哥都很喜对，欢，对。试试的，我刚拿40斤，差点试试。好，那呢就开始包礼妈物包，啦，这是爸妈这的，是 Yuna 的，对，爸妈的圣诞老人任务。没错。不可以让他知道说我们就是圣诞老所以我们要等他睡着的时候才。但是你帮我看，我都找不到口，这真的很厉害。我而且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不买芭比娃娃，我本来想说不要买娃娃给 Yuna，因为我觉得娃娃看起来很可怕，就结是果嘞。恰吉这种，知道吗？但 Yuna 最近一直跟我说奶奶要啊，你从底板把它打开先打，没有，你把它放平。这样，我很不会包装礼物，拿那个前面那个胶带给我，双面胶。不是那个胶带，哦，可以点。以前帮人家包装那个，我以前有当柜姐是吧？我帮人家包装那个万宝龙的那个笔的礼盒。万宝龙呢？对啊，我知道宝路来拉上来。哦，刚刚好，而且它这是最可爱哦，这是公主的。你们知道奶奶喜欢这种？哎，你先看一下够不够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等下再熬。我这边可以，那你看你这边够不够？好，但是其实在折，如果大家有就是有空格的话，把它拉起来给他看，你这样斜给他看。有空格的话，它只要没有到这边，这样子折过来，然后再哎，你好好用，你好好用，我折这样子。蝴蝶结呢？它其实呢，你看包起来就有这样子。哦，就这样。对，那你如果因为它这个是滑面的，那你如果想要折扇子的话，就这样子那我是要用胶一带。直反折折这个扇子，有没有看到？拉起来看。你要线薄就对了啊，哦！哇，有没有看到？像这种折痕，好，但因为它这是滑的，无法。那我要怎么粘？啊？先粘这一边下，先粘这个，这个吗？这对，里了。对，没有吧？好，你先，不是吗？不是用透明的来着。那个要把那个不好看的往内折，好，那这样子，然后胶带这样胶子带，的时候才要透明，才要透明，那个什么双面吗？面胶。好，毕竟虽我然小朋友看不太懂，贴。你不会连照片照到？而且啊，我们去买礼物的时候啊，超多。父母就在今天已经开始选购礼物，选购礼物了。你那边够吗？够呀，上去吗？可以哦，上可以去。吧？我这还再过来一点。
没关系啊，你就在过去就好了，那我们过去。好。好。OK。那就这样子。好，等一下，包好再，包好再，等一下。不是啦，包好什么啦？我要一个，我要一个那个。因为我这边会折到啊。好，往上折。这个。对，因为它这个滑面的会不好那个。好，我抱住了，说交代在我那。哎呀，干嘛这么轻轻？小孩子的话就是交代短的，比较长，还画的，因为他们只想要急着。哎，其实我也不用别人很夸张，对不对？不用啊，不然他们会很难猜。其实就是你只要中间帮他们从那个剪刀直接画一横就好了。然后夜市的那个卖玩具的阿妈说，明天晚上会很多人半夜出来取礼物。对啊，他们说今天晚上就是很多父母要变圣诞老人，然后要趁孩子们睡的时候呢，再出来买礼物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这个童话，我觉得是需要的。对，虽然是个需要，包好是这样子。很可爱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包的还不错，因为它很可爱的，它真的很可爱。但我看到那个公主的真的很可爱，是娜娜公主啊。对啊，这是娜娜公主，因为她还跟我讲要粉红色。粉红色啊！我心里想说粉红色，娜娜公主就要粉红色啊。然后看到公主，对，娜娜喜欢公主。对，然后再包益智礼盒，价钱没差了，反正小朋友看不出价钱。没错，今天他们还问我要不要把这个价钱，我说不用，他们看不懂。那我要不要留一些？这个可以会很多。明年可以用，对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样子。好。啊，轮到了。好。林霞。其实这个多的呢，其实这边不是有多的嘛，不要用紧，会有点麻烦，可以往内折。哦。这样子它就会包住了。这多余的话往内折，它这边呢你就把它就是。要剪吗？剪吗？剪开比较这样。剪开怎么剪？不要。因为它这个不是圆的，你就只能用那个胶带啊，就是这样，胶带绕。糖果好，糖果造型，好，红有红有绿啦，对对对，哎，就是这样子，在金色，这个乖啦，这个其实是那个他们的那个超级飞侠的基地，对，行动基地，对，行动基地，虽然他们有一个，哎，他是会不会附在这里面啊？不会啦，他只有附这一台而已，怎么那么坏啊？他只有附这一台，我以为你有其他的车哦，对啊，没有。还有附其他的，这里有乐迪，然后这有四台车。Sure， 我觉得这是要等你们开了我才知道，因为我自己不知道，然后卖的人也不知道。哎，谁知道？好，这个是圣诞老人的金色的一定要有。啊，一样哈，中间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也很可爱哦。那你礼物比较少的话，就可以买那种吃。它比较大的话，就是买这种挺下去。啊，这太方了。哎，没有，金色比较小。没有。啊，刚刚绿色应该留一点那个。你拿掉干嘛？摆横直的。哦。哎。我有方向盘看啊。对啊。但是更不行啊！这很幽默哎。那怎么办？再去买一个，这只能做一半而已。对，这个只能做一半，因为刚刚那个绿色的有多，多下来就可以了，拼装。
这个，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就先，我就先这个先不要包。好，我就先这样子。对，我就是包这两个，好吧？好啦，我们今天的圣诞老人成功三分之二。对，拜拜。